事务上人，新品里里长，在场各位老师，各位同参，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光，那非常欢迎大家莅临今天的讲座。那首先呢，我们要非常感谢今天的主办单位义觉园弘盛事务上人，以及我们的协办单位，新品里办公处。台中市北屯区新坪社区发展协会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哇，举办了一场让我们能够翻转人生的讲座。那今天呢，新坪里的里长，我们的李良仁里长也有来到现场，那我们就请里长为我们讲几句话，有请里长。哎，师父上人，好，哎呦，各位同参，还大家午安，大家好，哦。非常感谢大家还有师父来莅临我们这个新坪里，我们新坪里是个非常好一个大家庭。还今天的主题演讲是遇见曙光，就是告别这个2022年这个最后一天，把不好的都抛弃，还明天一定会遇到很好的曙光。像我们昨天天气不是很好，但今天遇到师父，天气突然间放光明了，你看一道曙光就这样打进来，让大家都红光满面。在这边也是祝福未来的日子，大家都很幸福美满，好，哎，福慧圆融，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里长，好，再次谢谢里长，好，那要翻转人生，一定要有抉择的智慧。那正值跨年日的今天呢，大家选择参加讲座，看来我们都非常的有智慧，非常好。对，那今天讲座分享的题目呢是遇见曙光，那主讲者是弘盛事务上人的入室弟子，也同样是义觉园弟子规课程师资的心雀老师，也就是晴天老师。那晴天老师呢，他经历过一段忙的生命历程，忙碌茫然又盲目，那也历经过宛如八点档剧情般的人生窘境。晴天老师这段人生历程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比喻，就是晴天霹雳。对，是。那夫妻相待失道，孩子教育问题，长辈的重病看护，那议员的负债偿还，那种种的问题呢，像一层一层的黑幕笼罩着生命。原来命运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所幸在乌云密布、摇摇欲坠之际，遇见了曙光，那让人生完全翻转。那哎，这么晴天霹雳的生命状态，怎么可以翻转的过来呢？那我们的老师他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那他又做了什么改变？那让人生翻转的关键点又在哪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晴天老师，我们分享今天的讲座主题：遇见曙光。敬爱的师父上人，还有各位老师及新坪里的里长，还有师兄师姐们，大家午安。
今天呢，真的很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来分享晴天的人生。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师父上人，没有师父上人的教导，其实晴天不太可能有机会坐在这里，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大家分享这一段晴天霹雳，是不是惨痛的人生？其实真的，我之前的人生真的蛮恐怖的。今天听一听之后，大家可以消化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我怎么做的。那今天呢，其实我的这个绰号，我一开始呢其实是用天晴，那因为我都希望天气可以晴朗，看见亮光，然后在还没有来学法之前，我不太敢叫晴天，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有一个奢望要去天气晴朗，因为我不太想要看到雨天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天气可以晴朗。那不喜欢下雨的感觉，然后觉得内心真的很冷，出门都不想要看到湿湿冷冷的感觉。那希望在这一开始叫天晴，后来我在学法后就更加的有信心的时候，我就希望到哪里都可以是晴天的，然后也是真的让我到哪里都是晴天。就像刚刚里长所说的，哇，昨天天气不好诶，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就是晴天了，很好。那大概在六七年前，人生真的陷入了一片的黑暗，我荡到了谷底，每天真的是以泪洗面。不仅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也有经济上的压力，不想出门呢，可是还是得出去工作，忙到都很盲目的忙，也很茫然。生活中呢，就只有三个字，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忙忙忙。那当时呢，如果没有在像师父上人一样在相遇的时候，我应该还在困顿中，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是会到处算命、拜拜、求神问卜，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办。还好有这一道曙光，在一觉缘的弘胜师父上人的引领下，让我有机会重生，开始翻转我的人生。那话说到七年前，身边的另外一半就是曹兴师兄，他那时候开始生病了。生病之后呢，他才跟我讲了一些秘密。当场呢，很难接受师兄跟我讲了一些事情，这是一种被欺骗的感受，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师兄生病了，再加上他对婚姻的不忠实，又要面对庞大的投资债务，真的是骑虎难下。几位知道事情的好朋友都几乎叫我离婚好了，不用管他，但是又放不下。对于当事人的我，真的很难做抉择。其实跟师兄的这一段婚姻呢，在很早之前就有迹象了。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曾经去退过婚了。因为在订完婚后还有三四个月才结婚，我们是在大学认识的学长跟学妹的关系，也是交往了七年后才论及婚嫁。那当时我的妈妈身体不太好，有点想要帮我赶紧完成婚事。那师兄也刚好考上银行的工作，我就顺妈妈的意开始筹备婚姻。其实我并没有很想要这么早结婚的。那因为当时师兄还在台北工作，我已经回到苗栗上班了。分隔两地对我来说心里都是会忐忑不安的。那师兄一有了工作之后，交了很多朋友，听说常常会去夜店，才发现说有一位年长的大姐是很照顾他，他自己都有老公了，也有两个小孩，但是呢他还是扮演着关心人。当时呢我也不以为意，也没有很确定，就不敢跟家人说，但是我心里有疙瘩，是师兄说他会处理。师兄劝我只要结婚了就没辙了，但是订完婚后这一位大姐还是穷追到底，还为了师兄说他可以为了他离婚。于是我也向我公公提出了退婚了，但是师兄一直保证，一直求情，最后呢情势作用战胜了我的理性，所以就结婚了。那说来计划都赶不上变化，原想三年后再来生小孩，居然还入门喜，对长辈来说就是双喜临门，对我来说真的是超级无奈，混乱一场。听说那位大姐知道我怀孕了，更加的生气。想想也知道这一定有问题。有一次碰面，她就做事挥手打了过来，说她那么照顾我和我老公。我心里想说，我不用您照顾啊。但是师兄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那于是呢，有时候那时候新师兄就会在六日常常很忙很忙没有回来。结完婚后，真的就不殷勤了。于是我为了找出证据，常常自己扮演侦探，到台北一探究竟，也曾经找过征信社，但是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一个星期就要十几万。
所以呢，当时没什么钱，只好自己来当侦探了。于是开始准备查案，偷偷跟踪，看看他都去哪里。不过呢，都没抓到。之前有请教过师父上人，当侦探也算是偷盗吗？师父说，当然是啊。真心社上媒体的人，整个气息都很差。他们监听电话，偷偷摸摸的，不是光明磊落，大部分都有黑道背景，将来国报都会不好。师父也说，以前那些做狗仔队的媒体，那些媒体人刚开始都漂漂亮亮的，随着岁月的痕迹就越来越丑了，气质越来越不好，他们的人生一定会有问题的。后来呢，我就在请教师父上人说，那我自己本身去偷听偷看是否也犯偷盗的行为啊？师父说，本来就是啊，而不是因为你是亲人你去调查就没有关系。前提是我们都去偷听了，都已经偷在前面了，你只是偷的东西是什么而已。偷物质、偷讯息、偷个资都一样，都叫做偷。所以现在知道了，不管是不是亲人，只要有听、看、偷，没有问过人家，就算是偷了，将来的果报就会很穷。师父有开示过，佛家讲得更细致，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心里如果想要，有那个贪也算是一种偷。所以这个没有向师父上人来学习，就会不知道，而一直在错误的行径中继续造业，业都消不了了，还要继续的增加。那我那时候呢，就常常扛着大肚子去台北找人。那结婚后呢，其实经济压力很大，因为师兄在结婚前玩股票有赚一大笔钱，但他就下更大的赌注，玩融资融券，让我们的生活都很紧张，常常要赶3:30嘎钱，肚子越来越大。我为了赚钱，兼了很多的课，一个礼拜大概有35节，我几乎一个礼拜就上了30节。每一天去上班就是1到7节、1到6节、1到5节再上。下班后我也还在继续努力的上班，努力的一天过一天，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然后呢，到有时候户头都已经空了，拿不出钱，就要跟亲戚借钱。去年我也才听说，原来师兄他曾经向他的岳父大人调钱啊，因为他用电子压单多压了一个零，本来要付30万的，结果变成300多万。刚好他的岳父大人退休，师兄居然有这样的福报啊！我的爸爸就起了这一件事情，几百万的调度，我就跟我爸爸说啊，那时候我如果知道，干脆早一点就离一离了啦，就不会等到现在。可是现在明白了呢，我就也是自己的业，就要想办法自己去消。那听说呢，有一位亲戚的存款放在师兄上班的银行，他立马把存款全部领走并销户。师兄还回来跟我说，他怕我挪用他的钱吗？对呀，其实大家看到他这样玩都很害怕，所以立刻去把自己的那个亲戚，他就把自己的户头赶快销掉。然后呢，他自己也很担心真的会动用到他。那我就跟师兄就说，这个人怎么那么不信任他，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你没有感觉到人家真的会很害怕了。然后呢，师兄就对他有点不高兴。师兄只顾自己的想法，完全没有体会到别人的担忧，可见旁人看到都觉得很危险了，也跟我说，哇，这是一个无底洞诶，佩行怎么办？我说我劝也劝不听，只好努力兼课赚钱。钱赚来的很快，去的也很快。现在向师父上人学习才明白，原来努力的方向错了，再加上福报不够，不是布施来的钱留也留不住。但有人就会说，想要赚大钱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又不偷不抢，只是投资而已，有何不可？这其中的奥妙也是在向师父上人学法后才慢慢的感受到，原来有钱没钱关系在福报。钱呢，赚钱够吃够穿够用就好，如果赚钱是为了自己的享受，福报总有一天都会用光的。有的人说，没有，我是要留给子子孙孙用享用的，那何尝也不是也是为自己呢？更何况现在的人欲求不断，总是不满足，钱再多也不够花。如果家庭教育失衡，观念偏颇，孩子被宠坏了，总是不满足，从小养成的人格贪欲太高，贪睡懒惰的习性，钱给的再多，只是养成孩子的好逸恶劳的习惯，让社会多了一只米虫，那又有什么用呢？师父有说过，不是孙子不乖给他有什么用呢，是如果他的福报不够，你给他他用不了，
他也把你拿去挥霍，所以世间人最愚痴的就是留钱财给子孙。所以来学法可以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有些事情不是眼前看到的状况，有些也不是用逻辑可以阐述的。自己的亲身体验，二十几年来我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在赚钱，到头来却是一场空。自己真的以前比较小气，然后呢，我自己的爸爸他常常请客，对朋友都很大方，朋友有难一定会帮忙，我心里就在嘀嘀咕咕的，钱这么难赚，为什么要送给别人呢？干嘛对别人那么好？然后爸爸就是会常常去帮助人，那我就看着爸爸在八十几岁还可以开开心心的工作，还有机缘开店，我想这应该都是他布施的福报吧。那我们的师父上人呢，更是把布施用到了极致，常常把身上仅有的钱布施出去。有一回听说有一位来访的师兄，师父还开开心心的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要请这一位师兄吃饭。师兄就问师父，您身上只剩下这些钱啊，还要请我，不会担心下一餐在哪里吗？师父说不会啊。在你看师父的心量就是如此的宽阔，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生活，而是时时刻刻在为众生着想。师父知道哪里需要就无私的付出，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没有钱我们就内财布施，我们就用体力劳力的布施，这个就是佛家讲的真平等啊。那我呢，就好像人家讲的守财奴，不太会主动请客，总觉得钱要守好就好，钱守好存下来养老。可是呢，不懂得多为别人着想，心里只为自己想，自私自利，比较不会为别人付出，于是福报真的不够，在这么长时间的努力都化回乌有。所以真理是要懂得布施，布施是因，福德是果，布施布施一直布施，就不怕没柴烧。真正懂得布施的人，不求回馈，努力奉献就好。布施是为了断贪，我们会一直有烦恼，就是都太贪了。等到孩子出生后呢，我们还是分隔两地，我忙着上班和照顾小孩。有一次师兄从台北回来，脸被抓得像花猫一样，他跟我说大姐闹自杀了，一直抓着他的脸。我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人真的不能做坏事，都会不小心留下证据。那几天呢，刚好师兄有和小孩子拍照，不知道为什么我还选了那一张放大，应该是我的心里很在意，不由得标注了这一张照片，想看的人下一次可以分享给大家，他还在。前几天在整理照片，哇，真的是花猫脸耶。那在婚姻和经济的压力之下，我自己常常都是担心害怕的，受伤的心灵让身体其实都不是很好，很多事都会很悲观。反正师兄当时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一直会用三寸不烂之舌来劝着我，傻傻的我也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还好娘家动用了一些关系，让师兄顺利的在孩子出生一两岁的时候调回来苗栗了。那大概在结婚后两年，妈妈就突然离世了，我当时真的哭到不行，难过万分，情绪真的没有办法释怀，根本没有办法去上班，可见我有多伤心。我还做错了一件事情，一直在咬我妈妈的身体。那来向师父上人学法后才知道，原来断气的人，我们轻轻地碰他一下，他就会像被巨雷打到一样，是很痛苦的，而引起的嗔恨心就会往下走了。那我本来呢是怕妈妈担心自己的婚姻，都不敢提出要离婚，现在也没有这个顾忌了。那个朋友都很帮忙，每一个朋友都会帮忙我们一些金钱上的问题，可是最帮忙的人最常提出的建议就是我带你去算命。就是这样，有一位算命的陈老师就说啊，我欠他七年还好啦，他的命盘没那么糟，很好命的。的确，师兄生长在不怎么宽裕的家庭，在五十几年前的价值就是一台电视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听说他小时候家人觉得养不起他，打算把他送出去，结果就来了一台电视机了。是我婆婆说，哇，实在太舍不得了，才又把它换回来。那姐姐因为去家里的经济不是那么好，所以就去选师专读，哥哥就去当警察贴补家用，所以姐姐哥哥都很照顾她，她从小都是好像被宠的，被宠爱的，那也都会自动给她钱。所以在大学毕业后，师兄在找工作，因为他读的科系不是他喜欢的，所以他搞工作都不是很顺利。那师兄还要为了找
缴助学贷款，于是呢，我就帮他付了一笔几万块的费用，跟他说，我们去报名公务人员保证班好了，你一定要考上公务人员，我才会跟你结婚。可是没想到他真的就考上公务人员了，就这样他顺利考上了金饭碗，在银行工作。那因为有地利之便呢，他投资股票，又说有内线交易，让他在结婚前的确赚过了几百万。但是呢，都是过眼云烟，玩融资融券，慢慢的又赔进去了，常常跟我调度十几万十几万，转过去转了大概一年，就累积了三四百万了耶。师兄说他等退休后会把全部的钱还给我，可是师兄后来生病了，也无心上班，他说他也要放下，就让公司支钱好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不是说退休金要还我吗？还这么大方跟我说他要放下就好，让公司支钱，其实不是放下，而是逃避责任。反正他这样子就是仗势着生病了有人会服务他，他就是不要去工作了。那这是放弃，不是放下。他忘了他所说过的话，他忘了他还要对家庭负起责任。可见生病的人在思想行为上都有错误的知见啊。算命先生说他命好，只是没有偏财运，那不玩股票就会没事。那为了整个家庭的完整，我只好请求师兄两条路给他，如果你要继续玩股票，我们就离婚吧，不然就不要再玩了。也劝着师兄，算命老师都说你没这个命，于是师兄就做了一件事情，才开始不玩了。他就自己开始当起了命理老师，开始研究紫微斗数，研究到最后，真的自己没有偏财运，他才开始真的没有玩了。所以在师兄决定不再玩股票的时候，我们就规划要买房子，想说先定下来。我的如意算盘就想说，让师兄手边是没有钱，应该没有办法乱搞了吧。刚好亲戚也要卖土地，我就跟亲戚商量，可不可以盖完房子后用房子抵押再来还土地的钱。那时候的头期款是卖掉结婚时的金子，我们就这样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心里还想着，哇，夫妻同心，一起同甘共苦，一定会更加的珍惜彼此。原来一切都是自己的妄想，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自以为没事。十几年来都看起来相安无事，师兄假日也都在家，每个星期也都陪着我回娘家，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正常。每一年都安排家庭旅游出国，算是很 OK， 可是我殊不知背地里早就有问题了。所以晴天霹雳来了，就在七年前，师兄生病了，才陆陆续续讲出实话。当你知道被另外一半的背叛的时候，还长达十几年，真的是很讽刺。再次上演八点档的剧情，发病后的师兄希望我接受他的外遇，之前他们就谈过，希望我的两个小孩子帮他旁道。你们听得懂吗？旁道。他就说，他没有要破坏我们的家庭。那我很直接跟他说，那我把他送给你好不好？他又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当姐妹。师兄还跟我说，我住二楼，他住三楼，说他很可怜，从小没有人疼，他们是以什么道的家庭，是学佛的，没有多坏，他都只跟奶奶住。他的理念是一家人都是冤亲债主的关系，所以这是他们家人来还的，对小孩子都是不打不骂，所以对他好就是在宵夜了。所以这一位朋友走游夜店，而且也很我行我素。那这个呢，我也是来向师父上人学习的时候才明白，原来不是一个很空泛的言辞，对他好就解决了。常常听到师父上人说到，光是一句对他好，一百种领域有一百种认知，到底哪一种叫做对他好？师父有比喻说，一个小孩很爱乱抓桌上的东西，你就对他好，就让他随便乱抓东西喝，反正我叫他不要喝，他很不高兴。那现在有一瓶毒药在那里，他抓了喝，反正对他好，我跟他讲毒药，他不高兴，他又要喝，那这就叫愚痴。如果我们有机缘把毒药丢掉，这就喝不到了，这才叫对他好。除非我们没办法有因缘去帮助他，他自己去偷喝了，他硬是要去喝，那我们就没办法。所以师父说要对他好没有错，可是要对他好不是我们认知的，什么都放任，我们对他好就变成宠了。圣贤教育不是这样，
对他好是要让他提升，叫做对他好，而不是他怎么样都无所谓。所以真正对一个小孩子好，就是要有正确的教育给予他。这也是在师父上人的教导下，弟子才知道说佛法已经很多都被耳化了，有很多都是错知错见啊。那前天真的冲击很大，我自己努力在经营婚姻，照顾家庭，常常告诉自己要相信他，偶尔晚晚回来也没有再多加追究，忙忙碌碌的，我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悲观，而且瞬间情绪都很糟，心里想说要离婚，可是又顾忌小孩子，师兄又生病了，想说二十几年前股票的买卖已经让他惨赔一次了，怎么这一次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是已经一起咬紧牙关撑过去了，想说对方会更加的珍惜，所以误以为师兄会汲取教训的，那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本来呢想说计划先买房子，与我有一个让手边没有闲钱，那师兄应该就不会再想投资了，但是师兄似乎没有跟我同一个共识，几年后就把目标全部转向房地产，买空卖空。那在我们的苗栗房子稳定后，在十年前有一次一起投资了一间预售屋，后来的这几年投资的房地产我几乎都被蒙在鼓里，师兄生病后我才慢慢搞清楚投资的状况，一开始我知道是4000、5000、6000、7000到8000万，我都快吓死了，我就说这个压力很大耶，他说不会啊，但是一发病的时候我就看着师兄一直在讲电话，明明就很急，常常电话都调成静音，这一定有问题，原来和朋友合伙都是用对方的名字，但是都是师兄这边的银行在付贷款。记得在2019年晴天在上一次的人生讲座的分享的时候，师兄才对我说道，投资有到1000万以上是1亿，我听了只能苦笑啊，怎么那么夸张，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呢？因为他说要赚大钱赶紧退休去好好的享受富豪生活，也跟我说一件事情，原本他打算退休后就会和对方分手收心，回到家过正常的生活，这种思维让我更惊讶，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的人生了，也觉得睡在旁边的这一位先生怎么那么的陌生啊。我请问他说，那你跟他交往几年了？师兄才说老大几岁，减个2-3岁吧。啊，十几年了，15年了。然后他就说，有一次车子不是寄来路边停车的罚单吗？就是他们带着老大去买冰淇淋被拍到的照片，证据居然也是在家里耶。师兄才说大儿子早就看过他了。回想那时候我正在研读研究所，也都是在为未来打拼啊。那两个人的结合真的没有正确的家庭伦理观念，在生活中的自私跟欲求都会有许多错误的选择。师兄有一个稳定而且世俗认定的金饭碗的工作还不知足，因为在银行运用资金的借贷有其他的便利性，又野心过大做了更大的赌注，把生命把身体都赌下去了而不自知。虽然师兄说他不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他的身体却开始出现问题了，本来只有一只右手疼痛举不起来，接下来很快的右脚也有无力感了，我以为师兄的症状是像我工作疲劳后的筋骨酸痛罢了，也就无所谓，直到师兄自己觉得不对劲，到处找医生推拿都不见得有好转，曾经见过一位中医师，他也觉得诶，不是身体的问题，好像跟脑有关系耶，于是开了转诊单让我们去大医院检查，就这样陆陆续续在中医跟西医的诊所走游，不断的检查，在吃药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甚至求神问卜改运收金，该做的都做了，病情还是都没有好转，有时吃的药呢看似正常却有时效性，药效越来越短，还会伴随着副作用，其中就是全身会无力，药单上面有写说吃完药后禁止开车，还会突然间断电，走一走路会突然间停住，那吃药的时候呢还会有幻觉头晕全身冰冷，那为什么还要吃药呢？我也觉得很纳闷，
那其中有朋友就介绍有名的推拿师傅，还坚称说会处理我们看不见、平常人看不见、无法理解的现象。当时的我半信半疑，但是每当推拿师傅推完、处理完师兄的身体之后，都表示很累，瘫坐在旁边。我不是很了解为什么这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业力很重的意思啊。有位亲戚想办法帮我们挂号到全台湾很权威的医生，那这个医师就质疑说，右脑的分泌过少的多巴胺推测应该是左手左脚有问题，但是师兄是右手右脚有问题，于是医生就建议直接用药来试试，并告诉我们只要吃这个药有效就是这个病了，这不就是把人当实验品吗？但是师兄也没有拒绝，最后医生终于下了结论，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啊，吃药也不会好，就算无法接受也得面对现实的师兄，自此以后只要听到有人介绍产品就一定要去尝试，不带师兄去他会生气，不让他买健康食品他会觉得我们没有给他机会。在没有和师父上人相遇的前两年，我们就这样一直在找寻方法治病，当寻求医疗没有办法立即获得解决的时候，民间的习俗的力量就开始介入了，有不少的亲戚朋友呢开始带我去他们所谓信任的宫庙，主事的仙姑说师兄与我的缘分已经到了，并且在106年前要赶紧去补运，后来仙姑又说念经回向也没有用了，只能够听天由命。另外一处的宫庙供奉济公禅师，每个星期问世都还要提早去挂号，有人数的限制，挂满了就下次请早，济公禅师总是说很难办很难办，一直摇头，没办法处理的，连济公禅师都无法处理的事，我也只能苦苦的哀求。还有一个认识30几年的阿姨也感应到师兄的状况，突然间来我们家找我，并介绍到他们的宫庙问世，答案居然是说有死结，因为有人扒着师兄的脚不放，不仅不让他走还在劫难逃。另外还有可以感应的亲戚就说师兄已经气很虚了，只能协助念早晚课，到最后连邻居也介绍我去卜卦，结果卜出了死符，让这一位老师惊慌不已，走来走去，他无法理解说看起来很好不错啊，怎么会浮出了死符，诸如种种。对当时的我而言，原本是不相信这一些看不见的状态，到最后我遇到了不得不信了，只能说茫然不知所以，这时候陷入了谷底。师兄为了找他的朋友就一直在吃药让自己可以灵活的动，当时的我已经度日如年，真的很伤心很伤心，一边还要带师兄去投医，一边还要解决投资的问题，知道事情的好朋友都说啊，离婚算了，对呀，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现实的状况得考虑的问题很多，没有办法抉择的我真的陷入了谷底。就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大学同学的 LINE 群组出现了洪胜师父上人的讯息，我真的好高兴，对于当时手足无措的我再一次燃起希望，听说我们的同学是师父耶，当时我就很想很想赶快聚会，想把我心中的疑问请教师父上人，也因此开始搜寻网络上的一觉缘的影片。哇，师父上人讲法流利又生动，天哪，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于是呢，我又带着一颗好奇的心想请教师父上人，大学毕业后师父读了多少书啊，怎么读的，法堂开示都没有看讲义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讲得那么顺。师父说我没有看任何的书啊，我才吓一大跳，这是我认识的大学同学吗？太不可思议了。当天从师父上人讲出来的话我都觉得很受用，师父上人有说到现在的人啊就是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智慧科学，我的心也有戚戚焉，心里想说哇，师父怎么那么厉害啊，知道师兄有小三就是没有伦理啊也没有道德啊，不知道因果报应吗？所以在那一天的餐桌上的一会让我的心稍微可以休息一下，发现终于有人懂我了，师父教导的佛法浅显易懂，直接切入我的问题，师父真的是大医王，用法药来洗涤我当时杂乱不堪的心境。不是只有我这样那天这样哦，最近也有机缘去到一个工地，
知道一位木工师傅，师傅有对他开示过，这一位大哥就说，师傅讲的佛法浅显易懂，他马上就懂了。听完师傅的话，他都觉得满心欢喜，怎么可以把佛法讲得这么生活化，而且那么到位？他说他以前也不喜欢佛教，觉得佛教都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都在形式上。可是他也没有听到人家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得让他明白，让他更明白生命的理路。这个就是佛法，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听师父上人讲的古喻今诠。师父说过，佛法一定是顺着时代不同而转变形式的，它的原理原则一定是不能变的，可是形式一定要活用。如果在这个时代的人说法还文绉绉的，你可以文绉绉，你比较高尚，可是你利益不了人。那你可以在你自己认知的佛法的象牙塔里面，你利益不了他，你不就是违背学佛的初衷吗？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违背了这第一句还是佛法吗？那就不是了，你顶多只是有兴趣，难听的说法是窃取佛教的一切来行使佛法。当时呢，在我们餐桌上的还有一个同学已经学佛30几年了，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许多的烦恼跟忧虑牵挂，这是为什么呢？弟子因为不解，所以向师父上人提出这个疑问，是因为执着吗？那师父就说，他学到的是什么不知道，以至于他这样，当然有他自己的执着跟善根各方面，所以佛法归纳三类：善根、福德、因缘。你没有具足，你就遇不到真正的根本大法，你也许遇得到佛法相关的种种，比如说佛法的知识常识、佛法的文化、佛法的形象，可是呢，你不一定能够接触到佛法的真理，所以就落在佛法的形式上。我们有时候听一个人在讲引经据典，他对佛法体会好多，但是还是烦恼一堆。那我们的师父上人呢，说法轻松自如，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要让我们听得懂，这才是更有门道的高人。师父是活得轻松自在的人啊。那在参叙过后，厉害的师父上人还向我们家的师兄说了一段话：若能消去心头火，定能地中出泉水。要有源源不绝的泉水，一定要把心中那一把火去除掉，不然就火烧功德林了。师父当场就看出师兄很有问题了，师父就说，去除心头火就是把这些旺盛的欲，不断蔓延的欲，一直蔓延一直烧，火烧森林的这个欲望洗掉。如果能够把这些洗掉，定能地中出泉水。地中就是我们本身生命的本身，你生命本来就在大地，大地能够长出很多东西，一定能够出泉水的。泉水代表什么？泉水代表清凉，清凉代表一个人的自在，一个人的美好叫做清凉。泉水种在泉，泉若能够源源不绝，我们的美好就会源源不绝。火烧功德林，你不去去除那一把火，你就会不断的蔓延。火在这时候是一种旺盛的欲望，如果你不去去除这个旺盛的欲望，你的功德林全部烧掉。功德林用我们世间好懂的解释，就是我们世间的一切美好就被我们烧光光了。所以这一场的相会让我在整年来第一次心中充满了欢喜，觉得有了方向，跟着师父上人就对了，不需要再多想。师父上人就是那一盏明灯，我不要再有多余的担心了，所有担心的事情通通都发生了，那干嘛还要担心啊？所以我就在训练自己都不要再担心了。那时候我很快的就透过一位师姐来向师父上人祈请第一次的协谈，也因为无法抉择家庭的问题，想要寻求一个答案。虽然师父上人当天的开示没有很明确的指示，但是弟子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平静许多。虽然还有很多一知半解，但能够理解到师父上人循循善诱。协谈中请教了师父上人，师兄因为生病就那么随性了吗？这也是我对这两个字的误解。师父说啊，我们真正能够讲随性，是我们在清楚明白的状态底下，我们顺着我们的自信，率性自卫道，天命自卫性。所以一般我们在讲的随性，不是世间人讲的那一种无奈、轻菜、随便。所以一般人讲的随性是什么？是没有办法，只好这样。
更精准的讲法是随着自己的习性，而不是本性。一般人讲的都是随习性，那习性就是业，随自性、随本性，就是在消业。为什么真正随性的人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一直在消业。随习性的人，为什么人生还有很多不明就里的障碍？因为他还有一些烦忧，因为他在发展他的习性。所以随着本性，就是在卸除习性。所以你老公那样，当然不是随性，也至于所以会有病的原因，这里都有一些牵扯，因为这都是一种错误的对待，造成负能量的产物，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当然也有一些过去的原因，那我们得要理解，所有的人来到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东西一模一样，就是那个理路，理路一模一样，对象跟现象类别会不一样，它在时空的总和还是一样。什么理路一样？就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的理路是一模一样的。师父也有提到美国预言家凯西讲的，他当年在写很多的预言，有遇到一位善灵告诉他与佛法的人生真理不谋而合。他说凡是你们世间所发生的存在都不是偶然，那不是偶然的意思就是有原因，可是不是有这个原因产生你们不喜欢的现象，我们就用一个对跟错去定位它，所以我们要把对跟错拿掉。那在这一次的协谈，因为我第一次去协谈，不知道什么状况，也没有提请录音，所以这一次为了讲座，我重新再申请音档的时候，原来师父上人还有跟我开示一个禅师的故事。那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居然都忘光光了古时候的这一件事情。那回想到这边，才又想到师父曾经讲过，他以前在跟人家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不用人家问的，就神准神准。可是现在为什么只要有人跟他请意，师父都会先问说最近有什么疑惑呢？有什么问题吗？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功夫退了，不能像以前那么准了，还要问？结果不是，是后来师父也有讲，因为众生，你只要不要让他问你有多准，你很快就会忘记，就不重法了。这个不重法就是我们世间解读的，他就不会聚焦在那个点，他就把它当作聊天而已。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当作聊天，听一个人在上课，我们哪一种会比较专注呢？当然是上课，对不对？我们不觉得上课就会比较专注，听聊天的时候东听西听，有也好没有也好，可是听不出有智慧的人的门道。这时候如果我们又没问，师父又知道有这个讯息，又想帮助我们，那怎么办？师父就会就是最，所以最近的协谈看到师父上人都会问同参说，原因就是要我们记得住，要不然对师父来讲根本不用问。等师父问是不是就很浪费时间？如果浪费一点时间可以让我们可以受用得到，而不是耳朵东听西出，这边听进去那边出去都忘光光了，那个浪费一点时间都还有价值。这个就是连接到纯然都是师父上人都是站在众生的角度去想的。那师父在讲的时候也会保留我们众生的面子，接下来就要看众生的福德跟善根了。师父要帮我们保留面子，可是又要帮我们讲出那个事实，那有多难？所以师父上人讲了，我们能不能意会到众生没有问就要看善根了，那善根不足的就这样一直错过，一直错过，错过了一年两年。那师父又想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又想要让我们解套，又想要让我们超越，这就是我们师父上人协谈的门道。所以我们一觉缘的法门独步的就是协谈。那刚刚师父有说到说要把对跟不对拿掉，那这种事情呢，世间人听起来是很难理解的。当然不是教我那时候接受或不接受的问题，而是要我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因果。这种因果来到这个辈子，它是可以化解的，可是化解在这个世代的人就要有一个更大的耐性。还请教了师父上人，曹新师兄是来度我的吗？师父就说，这个是过去生本有的一个未解套的业缘，这辈子遇缘现前，
那他能不能在这辈子解套？有可能可以。那这时候就要透过修。如果他透过修了，他度过了，这时候才能叫做是来度你的。可是如果不是，他这一个事件主动给你开这个智慧，也不是他来度你的，是你透过这个机缘开始去理解醒思生命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要不然我们人全世界70几亿人口，99%以上的人极尽一生都未醒思过自己，我的生命为什么会出现，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要面临诸如此类的种种，我的家业，我的事业等等这一些问题，这一辈子都没有想过。那只要他没有思维到这个问题，来到这一个辈子，又如生生世世浑浑噩噩，随业流转，遇到业了，寿命也是一个业力，每一个人几岁就几岁，只要这个人不修都是定好的，只要他愿意修都是可以改变的。那不修的这一种占多数，那么命中了，他又把这整个业能量都带走，又带走到另外一个时空去兑现出来，这人事物都换了一个脸孔，这个关系也都换了，可是这一股业又在我们另外一个生命存在的境界里面兑现出当下的人事物，可是这一个对待是不会变的，这叫业。他可能这个脸孔都变了，可是对待不会变，所以变成生生世世再一次的痛苦，再一次的痛苦。所以那其实讲到极致就两个字，放下。那我们听说要放下，可是做不到啊，要现在的人没几个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训练，没有深入理。所以在遇见师父上人后，师父给予弟子一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时我有向师父上人请教，我很想要让自己清净啊，可是很难很难，表示我当时的情况真的很糟。师父就说，你很努力要去做这件事情，做不到是正常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想办法不是说要我一直做，想办法的意思是我要安排一下我的时间，比如说我还是存在这些问题不断的增生，我这个生命体还是一样24小时，我要开始分配我的时间，我现在要多几个小时多接触什么，接触圣贤教育，就有机会理解这两个字很重要。我们多数的生命体没办法解决问题跟正确的看待，是因为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光是一个癌症的人呢，得病啊，多数人都会说为什么是我，怎么会这样，他不会先冷静下来说怎么会这样，他一定有原因。这个时候这个人若往那个原因去找去理解，他就会明白，明白了他就不会有问为什么是我，原来我是这样得到病的，他就有机会再去解决问题，原来是这样得到这个病，那我就要怎么样去除这个病的原因，因为他明白了他的造作，所以这时候才能够说真正踏上修行的轨迹了。从这边才能开始算，一旦踏上这边的时候才叫做训练。你这时候的每一个训练都会有结果，就会让你越来越容易放下，越来越不在意很多周边的这些事。可是不是无奈的那一种，是你要更积极的，因为你的人生有更前瞻的方向要你超越。那《金刚经》有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师父说，也许我现阶段不会懂，可是把它听着，我们过去生写下的剧本，我们现在再来演，那这些角色都是在我的剧本里面。换言之，就是我过去生写错了剧本，因为我这辈子遇到的都是我不喜欢这类的，没有人喜欢这样，可是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在写剧本的时候都写错了，只是每一个人写错的问题点不一样，有人写错在他的生病上，有人写错在他的感情上，有人写错在他的事业上的问题，所以这辈子就要开始写正确的，写正确就要依准，我要依法，我们可以去依赖佛陀的高度智慧，那么他就告诉我们生活当中要开始看开，比如说十善业道身口意，我每天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理解这些法堂说的内容，
每天当这个时间越来越多，就会发现你自自然然都不用再刻意，你自自然然想说，我明明很想要放下，很想要体谅原谅这些什么的，我明明想要这样，你会发现你原因这样做，你不用多一个我很想要这样那件事情，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状态本来就会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了，所以它就渐渐的萎缩不存在，所以你这一个人就会越来越有高度的智慧跟美好的心境，你就会越活越好，跟这个事物的外在的关系一点都没有，因为你开始在改写剧本了，改了外在就转化了。所以佛家有句话讲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一般人不容易懂。那师父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用词，叫做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都叫正报，依报就是相对于你的外在的人事物。那正报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比如说这整个地球是你的依报，在你的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就是我们的依报。那真理是怎么样改变这个问题的呢？他告诉你的是，你的依报，你的正报转动了，你的依报就会跟着你转变。这些要不断的理解，你才不会倒因为果，把这个次第倒过来了。如果世间人不依我，我就不高兴，如果依我，我就没事，是不是就这样倒过来？可是真理不是，真理是外在的。如果体会到，你观察到，你觉得他让你不如意了，你这时候就要回过头来去调整自己。你自己的生命体系内，在一定有一种烦忧，某一种起心动念是属于不对的。这时候我要把内在这边转过来，外在就开始转变了，所以境界相就会开始改变，改变你如意的那一种，是不是就能够解决问题？可是这一件事情呢，必须要去运作，去落实。那落实我要做做不到，前提就是你要不断的学，要接触这一些所谓的场。那如果用我们世间人叫做自入性行销给自己，我要自入性行销给我自己什么正确的知见，那这一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光说这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一个与师兄的状况之下，师父说我都不是个案，身边有发生很多也都是这样，因为这整个地球的环境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媒体也很多都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教育失衡了，教错了，普世价值都错了，所以错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依这样的学习成长，他的见解思想行为都错了，所以错的见解思想行为在这个时代就叫做缘。你们曾经造作过的业叫做因，来到这一辈子这种缘特别的多，所以随便一搭就产生了这些现象，让我们烦忧。所以我要怎么改变它？回到自己，把自己调好。禅宗有讲，唯言自利，不言利他。自利就是不自私自利，自利是先回来学习自己，把自己圆满。圆满这个字很好用，圆满就是要方方面面的，你去了解佛法在告诉你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态度是对的。我就开始去学，学这个，学的就是要知道，不断知道，所以才有功课。很多人在学法的时候都有功课，但是很多人不会做功课，因为他没有内化，他只有依赖外在那个经典，说我一直读，我的生命就会改变。可是他没有内化，这样是很单薄的，这种力量单薄。所以要真正了解学这个字，怎么学？学讲白一点就是了解，了解要有彻底了解，了解透彻。那他要有层级，也就是深度的问题。我们越了解越深，自自然然的就越做越到位。做到那有一个态度，就是眼前一个态度到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命运转了，整个都会翻转，该不好的都会变好。那有一个态度，就是你眼前可以应对的不确定的因素，你先不要花时间去理它，搁着。不确定因素是什么呢？是我没有办法决定的，这个叫不确定因素。那什么叫没办法无法决定的呢？就是我要你去做什么，我讲的话是没有力道的，你有发现不一定，你有发现不一定会听我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不确定因素，我就搁着不理。我把这个时间要来理不确定因素的时间赶快拿回来理我的确定因素。
所以什么是确定因素？就是我自己可以决定要变好的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些景象，我不想要看到这些景象，不可能，算了，不要了，赶快把这个时间拿起来，我可以看一下善知识的讯息。也许我现在很烦，那我看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一直看一直看，浸泡在这个善知识里头，这样我的人的能量就会改变，正报就在转变了。你会不假刻意，等这个力道大过于你不喜欢的境界相的时候，境界相就会自然然的转变了，它就会有效果，而且是不假刻意的，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这个的确晴天真的就是这样试了这几年训练自己，能让自己长养好的能量，很多事情呢就不由得转了。所以现在听了师父上人的这些协谈的音档之后，其实在那时候师父真的教了我好多好多，内心真的很受用。人生愁业愁长夜断，不需要计较，觉得只要好好的跟着师父上人学就对了。师父也曾经开示过，众生未果，菩萨畏因。那我们众生呢，都是出了事情之后才来紧张，那时候就会来不及了，因为结果已经产生了，只剩下了一个方法，就是要去承受。这时我们如果用不开心的心态去承受，又会再造业，因此只剩下一个方法而已，就是用着开心的心态去承受吧。那我们人生呢，都有苦难，我们常常会不经意的，或者是不是刻意的或故意的情况下，造下了许多的因，那我们不可能把它消掉，怎么办？那我们现在只能受。受就是佛家讲的还，人生愁业愁长业障，我们要还才有办法消，不还永远存在那边。你如果永远不还，还会有利息一直的增加，你越晚遇到就越难处理。所以师父上人也有说，21世纪很多奇奇怪怪的景就会冒出来，现象冒出来，就是这个原因。但我们遇到不好的都想要先避开再说，不愿意去面对，那就会随业流转了。那在我协谈完后真的是受益良多，也后续也介绍了曹新师兄向师父上人请益协谈。那因为师兄信念不佳，也没能够屡见师父上人的教导，应该也是三根不足习气深厚，师兄还在操作着世间的种种，只捡着自己想要做的，而忽略了师父上人的交代。回想当时没有好好的把握黄金时期，以至于前几年师兄还是很苦，没有完全改变观念思想行为，接触了师父上人的法，其实不代表有在学，还会误以为自己已经在修行了。所以傲慢的我们让师父上人辛苦的为我们和冤亲债主协调，实在是很不应该的。那第一次师兄与师父上人协谈完后，师父上人有说，我先生的业力是重了一点，冤亲债主也不少，难怪之前师兄去给人家推拿的时候，对方都累到瘫掉。师父上人慈悲的给予师兄一些功课，每日呢配合一张无助的 CD 时间拜佛，最好不要间断。但是师兄比较少拜佛，只选择了念佛和念太上感应篇。一开始念佛，明明旁边都没有人，可是师兄说他一直听到有人在骂他三字经。原来师兄的冤亲债主很多很多啊，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状态。有些看师兄生病了，一开始觉得他很懦弱，一点志气都没有。这是我看得见的亲戚跟我说的，他说他很懦弱，都摇摇头想说算了，这么多人要跟他讨，讨不到我们就走吧。后来呢，看到他跟弘盛师父上人学习的时候，他们就纷纷的回来一起来听法，争取了好能量。可是呢，也一直在骂师兄，这件事情我还第一次听到，怎么会在念佛了旁边没有人会这样呢？于是向师父上人请益，才知道原来他们怒骂师兄的心态是说，你凭什么可以学？你凭什么来念佛？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么糟糕的状态下，你凭什么？第二个是说，凭你也做得到吗？就是有点调侃的心态。这是在我这一件事情也真的是慢慢的让我了解到说，金虚空骗法界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虽然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但是他们比我们还要清楚，我们所学习的对象是非常崇高的。师兄凭什么可以向师父上人学习，让诸圣众实在都看不过去了。
那师兄没有屡见师父上人的教导，精勤拜佛，反而是我捡起来用。那时候的我，日子真的很难熬，一直想办法要让心静下来，没想到拜佛的功法让我很有感触。不仅可以让我把心静下来，从专注下功夫，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运作了半年左右，我的酸痛几乎全好了。原来拜佛可以消消业，自然而然在那半年，我的常年酸痛居然都好了耶。五年前的我，常常都还要去给人家推拿，不然一天到晚都是手脚酸痛的。因为这一个缘分触发了我的业力消掉。师父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来到这里就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所谓的能量场，接续上去之后又加上自己愿意努力，所以能够承载，那这个叫做自他。我们当然有自己的努力，如果一个人没有他力，自己就要花更大的力气来努力才会有效果，如果有他力，自己努力一点就会有很大的效果。师父有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一个人在学游泳，为什么教练先扶着他，他就很容易游过去，都不理他，他就在那边浮浮沉沉的，很难游过去。一次两次三次浮过去，最后熟了，教练就可以不用再浮了，所以他也可以自己游过去。可是那个过程呢，若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你要他直接游过去，教练也跟他讲了理论了，要怎么游怎么游，方法都告诉他了，他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他得要很用力的，如果教练先帮他一些，来个几次，他就会很轻松了。这个叫做自他，自力跟他力。所以弟子是很感恩师父上人的照护，让我在学法的这个前头，至少不用再挂碍身体上的微恙的部分，不然的话，怎么去照顾生病的病人？还有两个小孩，没有师父上人的正能量，我应该已经垮了，累瘫了。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去除了我一些会让心里更负担的障碍了。回想到这里，自己来到这一世当人，不知道累积了多少的业力。一开始还没有真正在学，只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就是难上加难。所以遇见一位名师，明白的明，明心见性的老师，是多么的幸运。所以弟子是很把握机会，相信只要我们肯学，师父都在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因为不明了，不愿意去做，才会错失良机。那在这一段时间，虽然自己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懵懵懂懂的，不太懂得太多的佛理，只知道人生很苦，想要求好，还是一开始有带一些外求的心态，但是师父上人还是给我机会，让我慢慢的明白。我很幸运可以跟随到一位明心见性的老师，就很想要认真学习。但是一开始家里的俗事还真的很不少，有金钱的压力，还有还得要上班，要顾好家庭，又要把自己的心安定好，时间真的觉得不够用。就这样子一年过去了，师兄的状况起起落落，生病让他的心情还是很不稳定，那我都还是很依着他。突然间有一阵子我觉得没有改变耶，我就想到说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我才猛然的惊觉我原来的想法应该是错的吧。师父上人有说过，当我们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看法，所以佛法浩瀚无穷，岂是自己了解的样子。虽然在家努力看了师父上人的明觉法堂，但这个都只是知识上的学习，有解无形，增长邪见，知道了可是没有正确的落实在生活中，就是不知道，观念还是偏颇的而不自知，做事也有可能都是自己的惯性在做，以至于误以为接触了就是在学修了。有一次呢，接到波雅老师的电话，聊一聊之后，经由老师的提点才知道，哦，原来离修行的路还很远啊。那时候还在纠结生活的情境，嘴巴说的放下都是假的，还是会为了一些问题而烦恼忧虑。这时才理解到说自己对佛法的认识太粗糙了，开始决定有机会就应该南下向我们的师父上人请益。然后不是有一个三元念吗？元念道场，元念法门，元念善知识，是多么重要的。自己有很多的盲点，
如果自己不去面对，是永远没办法解套的。所以在三年前，我几乎每个星期就开始南下向师父上人请益学习，也感谢师父上人给予弟子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若我没有把学到的运行出来，师父花了那么多时间来教我，我把同参要向师父上人学法的时间都占据了，那我岂不是就在占别人的道了？所以我因此每一次都很珍惜向师父上人学法的时间，感受到师父上人的循循善诱，调整弟子许多的错误观念、思想、行为，建构我正确的知见，细微到要我们做人处事方方面面都到位。师父对症下药，看得出我们的问题，为了让我们提升，用了很多的方法，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但是佛都知道，现在的我需要什么样的法药。就这样，家业、事业跟道业，我选择了先把道业完善，更加用心在法上的熏修，其余的事情安排好就好了，就不要再有多余的担心。俗语有一句话说，行够佛咒还是行够八道，大家都有听过哈，就是先顾佛祖还是先顾肚子，很多人都会选择先顾好肚子，但是呢，吃饱了还是烦恼忧虑一堆，不顺遂的事情还是很多，心还是很烦乱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三年前我选择了行够佛咒，因为我明白了原来自己有很多错误的知见，才会造成我遇到了这些的困难，所以没有智慧，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那刚刚分享了师兄在投资好几千万的房地产，又正逢 COVID-19 肆虐，师兄所投资的地区腹地太大，建筑物又过剩，虽然临近机场，但是疫情使得大陆跟外国的客户全部停摆。那师兄一开始生病，有先便宜的卖掉一间小的，其余的我虽然是被蒙在鼓里，但是后来发现的时候都不是我们的名字，这才是比较棘手的。但是贷款都在师兄的公司处理，与他合伙的就是这一位小姐，要和对方处理也是很棘手。那师兄说等他病好再来卖，可是呢，一个月的利息都要十几二十万，这哪里撑得住啊。当初我就其实是希望通通送给他们好了，我都不要管了，一刀两断就可以了，可是师兄也不肯放手。老实说我也很无奈，那当时的贷款好几千万，真的很难抉择。我只能像师父上人所教的，不确定的因素都先不要理，应该赶快拿回来离果的确定因素。我自己就跟自己说好了，决定要变好的任何事情就要赶快去做。于是先克服万难，首先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参加台中和台北的法堂，那时候师父上人还有在明觉法堂开示，如果这一点的课我自己都没办法去上，说要认真学习都是假的吧，所以我不能再被这世间的事情所羁绊住了，要跳脱出来。当然家里的事情也都要安排得好，公公跟我们一起住，还要照顾娘家的爸爸，师兄是愿意一起来南部学习，就这样决定假日都到南部熏修。路途不算近，但是开车算有点远，我们也是像师父上人所提醒的，能多不少，见缝插针，就在车上多播放着法堂。记得第一年来南部学修的时候，经济压力真的太重了，我不敢花钱在住饭店，隔天我还是赶回去上班，几乎都是当天来回高雄跟苗栗。有一次公公就说晚上开车太累了，不要急着回来，隔天再回来就好。我想说诶，我公公也没意见了，真好。可是呢，以我一个弱女子高雄苗栗来回的跑，弟子都真的有觉得是师父上人的加持，不然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能耐。那我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几乎每次要去南部学修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公公报备说要去南部向师父上人学习。有一次也曾经带过公公向师父上人请益，公公从来都不相，从不相信有佛到接受有佛的时候大概四年多了。有一次亲戚来访就问我说我去哪里，也就问我公公说我去哪里，公公就跟他说我去找孝莲佛咒。
大家听得懂吧？之前呢，我公公就跟我说，他看过的佛祖都是那种很老很老的。后来我就跟我公公解释说，那我们公公是本师父上人，是再来人，是从婴儿生出来慢慢长，长到现在是青少年，不，现在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啊。然后我公公就听进去咯，我以为他没有听懂。后来呢，我回来的时候，曹金师兄就跟我说，他爸爸有进步哦，面带微笑的跟我，跟他说，跟他说我去找师父上人了。那师父上人有教我们施舍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尊重长辈，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顺大人的意，多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常常是是是，好好好，对对对，你就会感受到到处都可以很融洽的。那公公会跟我抱怨他儿子的事情，我也会把我所学到的，看到时机劝着公公，让他知道我每个星期来到南部学修，是在师父在教我们什么。我也会带礼物送给长辈，让他们欢喜。虽然公公有时听得进去，有时很有自己的见解，那我们的能力不足，不足以改变事实，那就要赶快回来自己熏修做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在3年前，我在学校的课，居然是在教书20几年来排课最漂亮的2年。星期五下午可以没课，星期一一整天也没课，这样我要请假是非常方便的，就不用一直在那边想说要怎么调课，可以从星期五的下午请假到星期一，整整可以3天半的时间，这个应该都是不可思议的安排，真的是感谢佛菩萨的照护。就这样常常南下在法上熏修，因为有机缘与师父上人和同餐聚餐或请益，大家都会，当我们一起在聚餐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付钱，我也就开始付诸行动，多多布施，就会发现与什么人在一起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因为来向师父上人学习，可以跟师父上人近身学习，看到师父上人的行仪，真的很多都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状况，那以后有缘再跟大家分享。那看到旁边的同餐，看到师兄姐乐善好施请客，我也才开始学习大方一点，那把心量扩大，有缘可以布施就努力去做就对了，然后我就越做越开心，就把我之前小气的个性给改变了。说到投资资金的问题呢，没有学就没有智慧可以解决问题，当判断错误就会惨赔，所以回到我们在处理房地产的状况，不是说卖就卖得掉了，因为师兄和合伙人没有在红单的时候就顺利转手。什么是红单？大家知道吗？红单就是他们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其实就是买空卖空，在还没有转到正式过户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卖给下一个人，他们就是去赚这种中间手，可是因为他们来不及红单，就开始都要频频赶快找人过户，这时候呢找不到可以真的让他可以带这么多钱的人的名字，所以呢就只好来问我说现在怎么办。一开始我都不想介入，就在想说你们去借别人的名字好了，因为职业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借到好几千万的费用，问到最后银行就说我们是公职人员，只好用我的名字来过户，突然间我的名下有好几栋是2000多万的房子。那当时我就坚持跟对方说要分家，不然的话我实在扛不起，我没有办法负担，如果对方不要我也只能说一起垮，这可能我也负担不起，这个利息实在是太高了。之后对方就我们就用分家的方式把它先分开一半，那因为资金不足，有一栋对方就直接惨赔了300万就先出场了。那我这边运气真的很好，自从过到我的名字之后，原来的预售物的物件有一些问题，在换成我的名字的时候直接帮我换成11楼原来建商装潢好的物件，等我一接手就很快就有人来租了，刚好可以付利息缴管理费。那其实我没有花很多心思在这些房子上，我就花很多心思在法上，因为请假师兄请假的天数快要被支遣了，我才跟师兄说我们得把它卖掉了，因为请假的时候还会有薪水进账，若被支遣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预估起来新竹的物件算是比较好脱手，
但是我觉得还是先处理比较难脱手的房子好了。就在这时候，决定先卖掉桃园的房子。原本房客自己想要自己买下来，但是费用太高了，实在负担不起。由于他们没有办法承接下来，我就跟房客告知说，那等租约一到期，我们就会安排看房了。那他们把房子真的照顾得很好，几乎看起来都全新的，所以在2019年的10月就开始卖，到四个多月，到2020年的2月就顺利卖掉了。那这个时间点呢，那一天在卖掉的时候，我们有送给对方一绝缘我们师父上人的墨宝金牌跟笔记本，价钱呢比之前谈到了一下子就多了60万了。然后呢，更神奇的是，隔天居然 COVID-19 就爆发了。中介跟我们说，我们这一户成交完后，他半年到一年几乎都没有房子成交了。然后呢，师兄上班的银行也接到了一些卖家说要低价再卖出，问我们要不要再接回，直接就下杀300万。我心里想说，还好卖掉了，我没有要再投资了。这其中真的就是要感恩师父上人的加持，只差了几天，如果没有卖出去，利息多缴个半年以上，那个负担都是很大的。那记得当天签完约，我就很开心的到南部去了。听说师兄还在抱怨说，房子把他卖太低了。但那时候我想说，我想法很简单，钱都是跟银行借的，既然不是属于我们的，就该处理，何必为了多赚一点钱，给自己这么多的烦恼呢？我是觉得没有赔很多就不错了。那师父有说过，身弱不能任财官，有了这些钱，可是没有这些福报，也是会不堪受的。把钱看得太重，绝对会有很多的烦恼。身体都已经不好了，还放不下钱的问题，是不是自寻烦恼？套上师父上人常说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不过去年初，师兄已经又比较看开了，对于钱没有那么的纠结。我就跟师兄说，新竹的房客如果再退租了，新竹也把它卖掉咯。师兄就说好，一切都由我来处理，那我就很开心。那有一天呢，我刚好出坡回来，听到师兄说有中介公司来访，说我们那一栋公寓有很多人来询价，希望可以再加个几百万，问我要不要直接卖了。我心里想，怎么可能去师父那出坡一下就加了这么多钱哦？愿力、体力、劳力的布施，不求回馈，还真的不一样诶。因为还有房客在，我也就没有惊扰房客，便不以为意了。过了几个月后，刚好房客要退休回美国，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开始整理房子，并在一个机缘下，师父上人要到北部去应化众生，弟子就祈请师父上人在新竹的寒舍留宿一晚，并招待客人。很快的就有买家出现了，而且价钱便一直在往上加价。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在谈价钱的时候，和师父上人学法，我都没有什么坚持跟纠结的地方。中介呢，常常比我还担心，有好几户想要，但是政府打房，只能借贷三成。一些买家比较付不出头期款。有一回，一对夫妻想要买，但是价钱就悬在那里。后来他愿意再加50万，中介就跟我说，叶小姐，现在赶快来签约，万一他们后悔了就可惜了。我说我有重要大事要去南部开会耶。我心里想，没有什么事比法务和情谊还要重要，所以我就很淡定地回中介说，这两天我在南部，真的没办法。后来他们要约星期一，我也说不行，我也有事，记得也是要出坡去。如果他很想买，那就约星期二好了。其实我不是为了欲擒故纵，而是当下觉得什么事才是更重要的去做而已。因此在今年年初再度卖掉一间公寓，当天比原来先谈的又多了200多万。听说我们家是一整栋开出来的价钱最高的，管理员说这是天价诶，你真的卖掉了？我说对啊。原本他还要帮忙撮合另外一户要来买，以原来的价钱要加很多还是买不到。所以呢，如果我们一开始有资金上的困难，通常会先卖掉这一栋公寓。如果我们耐不住性子，不想要欠那么多款，是一开始就卖掉了，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的福报了。那价钱呢，就好像就会设在一开始的几千万就出场了。所以学法之后，有好的能量补给，
判断力也会好些，那债务就在这五年内全部解决，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欢喜的事情。这一段议员的债务，就在向师父上人学法后，把重点放在道业上，心境改变了，境界上就真的跟着转了。当我们在道业上提升，福德跟智慧就会跟着提升，提升了就容易解决原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自自然然就能解决。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的话，道业成就了，家业和事业就不难解决了。这就是我的感触。那这几年来，感恩师父上人给予弟子出坡的机会，让弟子有服务奉献的机缘，并学习着师父上人的行仪，学习如何把人做好。师父上人来到这世间，就是为了要救我们的法身慧命。只要我们愿意深入的学习，愿意付出，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不要再执着，不要再分别，不要再有妄想了，这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师兄刚开始发病的时候呢，他会自己当医生，平日去上班会吃很多药，假日就不吃药了，让他的身体对药性是有点混乱的，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异状，所以吃药的时候呢，会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呢，会头晕。吃了一年左右之后，医生也说药效失去了，就要再换药。师兄开始也知道药对他不好，渐渐的开始不再吃药，改成贴贴布。那个时间点呢，刚好是我和师兄正来向师父上人学法的时间点，也刚好有一个机缘可以和师父上人去到海外学修。就在要出发的前一天，师兄抱着肚子在地上翻滚，一直说他快死了快死了，说他很痛很痛。两个小孩子看到也很惊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一天还是没事啊，爸爸怎么会说他快死了？我也很紧张，不知道如何是好。师父说是阳尘。是啊，我们有太厚太脏的灰尘，来到这一世有机缘遇到师父上人，才有机会清理啊。那这个时节的时间点，也刚好是一个阿姨，她说好，她说她的那个师兄在这个月就有一个状况会发生。那记得那时候师父上人，那我还要感谢重生师父上人，因为那时候师父上人带着曹新师兄在身边带到海外去学修，救了他了一次呢。那记得那一次师父上人还有说他还有一劫，后来师兄参加了峨眉山之旅，听说也是一直在观察师父上人，因为之前师兄对师父上人还不是很信任，而且呢为了很多事情师兄都会自己乱想。那因为在峨眉山之旅有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那师兄就说为了要让他信任，需要演这么大吗？那因为整台车都有劫难，师父上人救度了大家回来，师兄也被师父再次救了一次命，这法身慧命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我在三年前有机缘在一觉学会担任法务的工作，有一次梦到了一个梦境，看到了里监事和师父上人请意的画境，突然很沉默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说，你们不要再说谎了，我的阿嬷是陈奶娘娘。接着就有人站起来道歉的场面。过了几天，我们真的有机缘向师父上人请意的一个状态，刚好有一样的场景，弟子就请教师父上人说，我是否可以说出那一天的梦境。说完就真的有师姐站起来向师父上人忏悔，这些讯息还真的都不谋而合。后来有一次的机缘和波雅老师到如意宫，刚好是三太子降机下来，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问，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来请示我的梦境好了，所以我就请教三太子说，请问一下我的阿嬷是陈奶娘娘吗？三太子就告诉我说，是啊，他用阿嬷的代称，用陈奶娘娘是我的祖先。后来我也就顺道请教先生的事情，三太子一算到就说，哇，他这个是业障病啊，如果不是我有在向弘生师父上人学习修行，他早就不在这个世间了。所以三太子再一次证明师兄的命的确是师父上人慈悲救度的，让他在有生之年赶紧消业。师父说以这样的执性一定是下三恶道了。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感恩师父上人救度我们，没有师父上人的教育，晴天今天不可能在这里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那再来呢，跟大家分享我家里的祖先。那公公跟婆婆呢，以前就是很贫苦，那婆婆走后呢，公公非常的不舍，非常难过，常常难过到睡不着觉，都要靠着安眠药。那因为他也很烦恼，未来家里的祖先没有人供奉，因为家里的先生的哥哥说他没有药移到他们家去供奉，想说移到菜堂就好。可是呢，公公听了就很难过。那我跟先生呢是愿意承接的，想要让他开心一点。但是此刻此时此刻，师兄就生病了。我们找了堪舆师、算命师，还有公庙的师姐请教供奉祖先的问题，都说家里没有地方可以设置了。那公公就很急了，为了供奉祖先的问题，前前后后延宕了两年。到了师兄出状况的时候，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因为在这个部分，我有在请教，后来在跟师父学法的时候，有请教师父上人，师父上人就跟我说明了他的经验，说了一套理路。师父上人说，阴阳武术的范畴里面，绝对会被环境给牵制住。他们算呢，也不无道理，可是他们是一群被环境所牵制的人，不能够了脱生死，不能够像学佛的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学佛的人是可以有自在主宰权，那祖先牌位的位置就不是固定的了。师父上人也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带着家里的祖先牌位到处行旅，人家不要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捡起来做，老天一定会眷顾你，祖先也会感恩你，那祖先还会跟你计较你们家有没有好位置吗？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概念，当下就在修行了，符合古之圣贤的教导，落实孝道。因为所有的修行离开了孝道就不存在了。对于历代祖先，也可以替小孩子做一个表法，慎终追远，知恩报恩。我们这样的行为也可以有一些续居的能量。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一切法重新响声。当下的我豁然开朗，不想再被世间的风水给挂碍住了。这时候弟子也放下了一颗心中的大石头。但是因为公公非常的急，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动工之前，公公他就因为神明厅放在四楼，这个时候公公为了方便，他便找了一位亲戚协助退神，并把祖先移至一楼。当天的晚上公公就不舒服，打电话完就昏倒了，是消防队把门敲开，帮忙把公公送医。那因为公公很急着请人家处理，有诸多的问题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状态而已。供奉祖先及退神不是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会造成人家的困扰的。这般不够恭敬的心捎来了这样的警讯，再加上公公的业力，师父说业力有一个因，再加上了这个缘，因缘碰在一起就有那个状况昏倒的，所以公公就昏倒在家里了。所以凡事都要安顿好，不要急救章。所以接二连三，我的公公身体就一直出状况。那祖先还没有安顿好，公公是不可能来跟我们住的。后来因为气胸又再度送医，公公也检查出肺纤维化很严重。那因为公公年轻的时候抽烟抽得很凶，听说一天都要一包，抽了四五十年了。那时候公公跟另外一个亲戚有一些别扭，我也只好代替家里的师兄协助处理公公的事。那老实说，我这边其实都还在蜡烛两头烧。那公公进出加护病房好几次好几次，弟子就赶快祈请师父上人的圆和妙音于加护病房二十四小时播放。公公醒来几乎忘记他是怎么来医院的，弟子也能够感受到师父上人正能量的加持。可见我们家业是非常的沉重，两个孩子，一个国中一个国小，真的是蛮坏了。还好有在此遇见师父上人，有着这一道曙光才知道怎么做。经由师父上人的教导后，为了让他老人家安心一点，我们就立即着手设置祖先的厅堂。师父上人有交代，找一个属于大位，弄得干净整齐清洁的状态，不要面对厕所及厨房的位置，
以我们的诚心对待，这个时候就已经在乾坤大挪移了。我们可以修自己成为福人，有福报的人，福人居福地。我们住的那个场域，因为磁场改变了，能量自然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环境也会随着正报开始转动。一边忙于完善家里的装潢，一边我还勤于念佛回向给公公。最后公公也顺利出院了，并来与我们同住。那公公看到设置好的祖先厅堂，心里很欢喜，每天都很开心的在拜拜，也了结了他老人家的心愿。那在重新布置厅堂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因为弟子第一次向师父上人请益时，师父那时候有提点到，要有时间开始安排，而不是想办法去做，而是要把时间分配到。师父没有说得很明显，但我意会到就是要把时间用在法上面。师父说到的自入性行销，那我就把家里设计成有一个大荧幕，可以让全家人可以看到师父上人的法堂视频，也希望时时刻刻都有法的熏修，可以摆法宝，可以播放殊胜的圆和妙音。那时几乎每天都在放法堂来熏修。原来师父在那时候就告诉我了我这些方法，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我也听进去了，这个叫做方法。所以师父有开示过，学佛不是急着先投入理论，而是真的要先要会方法。我们有正确的方法，投入了理论，投入进去都会有效果。其实理论也不用多，84000法就是84000个理论，你只要方法对，任何一个理论来都成佛。所以师父那时候已经在提供我方法了，我也照着做。弟弟就请教师父上人说，这还有一点点善根吧？师父就说，这不叫善根，这个叫福德。善根是一听就明白，原来这个叫方法。那福德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不知道，可是就照着做，那我愿意去做，这个就叫福德。那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是因为在学习的一开始，常常听到师父上人强调弟子规的重要，于是就想在供奉祖先的时候有种传承家训的意味，就希望将弟子规供奉在祖先的牌位之上。因缘很奇特，佛具店有现成品是心经，因此就和佛具店的老板讨论说是否刻个弟子规。那老板就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没问题。结果那一天去请的时候，一打开我整个超傻眼的，一整个大画框只刻出三个字，弟子规。哇、哦、我真的很傻眼，那没有这样的因缘可以供奉弟子规。那后来刚好公公也比较认识佛法，也有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弟子就将师父上人的画作一绝缘七张佛卡表备好，于2018年4月12日祈请师父上人于寒舍开示的时候，再一次再向师父上人祈请一绝尊供奉在正位之上，让弟子更加的确定要学佛的方向。那弟子规就挂在另外一面墙，并设计好弟子规的内文的海报。家里自从设置好祖先厅堂后，过年来访的客人都说磁场很好，还有播放药音他们听起来都很殊胜。有灵异体质的亲戚和朋友都说客厅有神明来共修的神奇故事耶。那这阵子也因为有大荧幕可以观赏，便与有缘的同参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家中一起看一绝缘的视频。那公公很喜欢听圆和妙音，我有观察到公公后来都睡得很好，所以后来我们就请医生不用再开安眠药了。所以公公慢慢的了解我们在跟师父上人的学法，也常常每天一起在熏修法堂。他都说他不懂，但是长期下来我觉得公公有改变，因为他会将他房间用不到的东西拿出来送人，拿饼干出来与大家分享着吃，个性也有很大的转变。在饮食方面，之前都还会准时吃饭，从一天要吃六餐，到后来他慢慢改，就没那么纠结了，少吃一餐他就说没关系，不然他以前真的还是会很生气的。记得有一次去台北参加不要老师的讲座，路途比较遥远，时间到了没有准备到吃的部分，公公也很贴心的说回苗栗再吃，外面不好停车。原本呢他很容易和小孩子吵架，以前也常常生闷气，想说回老家住了2年后一
一直想说要回老家。那在我们家住了两年后，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公公会开始沉默一下，不会急着跟对方辩个输赢了。这种现象，我就以为公公在修神忍辱了，并向师父上人请意。师父上人开始说，应该是公公有这个机缘，我们有在学，家里也常常在播放法的视频，然后耳濡目染的状态，慢慢去调化，所以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他可能遇到了我们这些的因缘，从因缘导回他的善根和福德。那福德在哪里？就是近期照顾公公的看护 Lily， 她很有慧根，会常常劝我们的公公念佛。她虽然是穆斯林，还会一直劝公公念佛，还会推出来让他看法堂，把亲戚来每次播放的收音机跟电视关掉。一个穆斯林回教徒，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会因为这样的机缘在这个环境里接触到之后，连我们家的穆斯林的那个莉莉都在念阿弥陀佛。他很礼敬我们的师父上人，他每次看到师父上人的法堂，他就说师父师父好。我们今天的莉莉也有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会督促我的公公念佛阿弥陀佛，他会说阿公念佛阿公念佛。所以师父说这个叫善缘。阿公坐在那里看着我们念佛，他在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听佛，听到最后自己也会无聊，不然你自己也念一下好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叫他的福德，善缘遇到了福德，触发了他的善根，所以就在这些缘分具足底下，自自然然生命就会朝向这样的改变。我们家的莉莉和师父上人也没有见过几次面，都还知道帮助我公公往这个心灵的境界提升，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学习的人警惕的。莉莉非常的有福报，还看到朝兴师兄往生后全身金光闪闪发亮发亮，慢慢往上升的一个景象。莉莉说她看到先生就是站起来，全身黄色金光闪闪的，然后莉莉就这样子手势摆着，一直对着先生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他一直念一直念，他激动，他很欢喜的告诉我说，先生一定是去很好的地方，一个信仰阿拉的穆斯林是没有必要欺骗人家的，对不对？那在这一次的机缘底下，今天可能来不及跟大家分享曹兴师兄去极乐世界的这一段，那今天我就说一个结语好了。今天呢，我还是万分感谢弘盛师父上人的照护，让晴天能够确定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今生今世谨遵师训，以报佛恩。感恩曹兴师兄让晴天找到人生的目标。师父说过，风平浪静的港湾训练不出优良的水手，在此逆增上缘的机会，往觉悟之路前进，永脱轮回之苦。人世间的一切幻象既然不存在了，就不要再被它给干扰了。我们要活得自在，不起烦恼，心为造化主。只要我们愿意深入佛法，理解自己来到这个世间到底要做什么，确立好价值，在一觉缘有弘盛师父上人的引领，一定可以走出更宽广的路。弟子于去年三月正式拜入师门，师父上人赐予法号心雀，让弟子血子心地不再迷茫。感恩弘盛师父上人的教导，谢谢今天与会的来宾与师兄师姐们的聆听，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那遇见曙光之后，原本期待着天晴的老师也能转变为照亮一方的晴天，哇，真的是非常令人赞叹。那现在想想，其实我们生生世世有多少机会能够遇见生命的曙光，那我们其实在座各位都非常的幸运，因为在这辈子我们都遇见了这道光。那就让我们一起好好把握珍惜，那和老师一样，不仅能翻转人生，更能进一步的利益众生。那我们再一次给我们晴天老师热烈的掌声，感谢他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恭请弘盛师父上人为我们开示。大家请坐。谢谢师父。师父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那我们大家想要祝师父上人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法体安康，法轮常转，大家一如是啊。谢谢师父，请坐。请坐了。好，谢谢师父。我说人间偶有乐，哦，可是这个八苦常相随，哦，当然大家哦有学佛的知道八苦是什么，那没有接触过的不知道。那么若非大行者，哦，如果你不是很深入修行的这个修行人，那后面就跟着一句话叫做这个世障，哦，世障不是瞎子那个世障，哦，是世间的障难，世障难超绝，哦，所以我们世间，哦，只要你来当人，哦，必然有八苦。八苦在，哦，佛法的体系告诉着我们，世间有所谓的三苦，所谓是苦苦、坏苦、行苦，哦，那么这是世间上讲。那么以八苦来讲，就是所谓的苦苦，哦，在人间上在讲苦苦。那么这八苦就什么呢？我们所谓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哦，跟五阴炽盛这八样。那么生呢，哦，佛法有一句话叫做身居胎狱。我们打从来这里投生，第一件事就是受苦了，哦，当然这件事情可能大家，哦，容易健忘，哦，那么在胎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以常住法则来讲，哦，那胎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哦，被怀胎了、哦，就在肚子里。那在肚子里就像是在地狱一样，哦，这个你们很难想象，哦哦，那你看多数的小孩子一出生都是怎么样？哭，对不对？哦啊，苦，所以哭。那有经验的爸爸妈妈应该看过刚出生的小孩在哭嘛，对不对？哦啊，你会觉得他是很开心的哭，还是很痛苦的哭？哦，哭难免都还有一种气息啊，对不对？哦，那他就是在这一个胎狱里面极度的苦，哦，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延续的苦。那他有什么状况呢？哦，就是说母亲喝一杯冰凉的水，哦，尤其是这个时候的小孩，哦，可能更是这样，哦，因为古时候要喝一杯冰的饮料不容易嘛，对不对？哦，那我们现在是随时没有冰的饮料不喝嘛，对不对？哦，所以现在的小孩比起古时候，哦，容易感受到寒冰地狱，对吗？哦，一个冰的冷饮下去，哦，那个胎儿就感受到的极度的寒冷，哦，那有时候又喜欢喝热汤啊，对不对？哦，有些人煲汤啊，哦，坐月子之前怀胎的时候要补身体啊，对不对？煲汤煲得热乎乎的，然后一喝下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那个铜铁地狱，对不对？烧的滚烫的铁，哦，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胎儿他会感受到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哦，生命自然发展，哦，他就会很不健全。所以古时候很重胎教，哦，很重胎教，胎教包括这个母亲的饮食，哦哦，作息，哦，包括他的情绪也直接影响到胎儿，哦，所以为什么哦，我们老祖宗的教育常教着我们，哦，说这个 女性怀胎的时候都要端正心念，对吗？哦，然后坐要有坐姿，站要有站相，哦，然后也要端重，哦，这个相貌啊。很多人就在这边起疑惑啊，那相貌就长这样，你怀胎怎么端正这个相貌？所以这是我们众生对于言辞的狭隘观，哦，你要知道那个相貌不特指我们这一张脸，哦，这个相哦，指的是我们存在的一切的样子，好，一切的样子，哦，包括我们身处在哪里，哦，都是相貌，哦，所以为什么，哦，怀胎的女性古老祖宗都劝着我们，哦，不听靡靡之音啊，不看花花颜色啊，哦，就是我们的五官，哦，去接触的这一个世间的环境都要有某一种标准，它的原因，哦，是有的，哦，因为要避免这一个小孩子不在一种地狱的环境里面去长成，哦，也不在一种负面的信息，
的一种灌输在里面长大那么第一个件事情就是苦啊，对不对？生。那么老呢又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就这个老谚笼中，对不对？你们讲老态笼中嘛，对不对？那老态笼中大家好像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你去想象一个人他脚上绑着30公斤的沙包啊，这样走路这样走路，或者是肩膀背着30公斤的沙包啊，这样走路啊，是不是就有点驼有点迟，对不对？有点拖这样就是很不自在，对不对？好像整个身体这个机器都生锈了一样老，所以它不叫老态龙钟，老态龙钟是形容这样，所以叫做老谚龙钟。所有的年纪大的长辈都不喜欢这件事，对不对？因为苦因为苦那个气衰那个各方面肢体都没力气了，所以这个工具应应不了他的心念，他想要怎么样都不像年轻一样可以马上怎么样透过这个工具。那这一件事情一般年轻人是很能够去体会到的很能够体会到常常人长到一个年纪才会想说啊现在我才想到我爸爸的苦，现在才想到我妈妈的苦啊，尤其有很多人是结婚生子了才想到爸爸妈妈以前带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小孩子的时候的苦，是这样那这是人的一个生命直性他必须经验，他透过经验他能够去体验体验他能够去理解他能去感受是这样。那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可是来到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社会信息的爆炸的一种更多元更广泛这个量更多的一个状态底下，堆叠在我们这个生命体的当下，让我们这个感受力变粗糙变粗糙。好像说一个宝石本来是透光的金光闪闪的可是它上面灰尘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了越多越多的灰尘杂质，以至于它的光透不出来。我们生命有这个直性，那我们本来就像那个宝石是透光透析的很光明很不用在外面再遇什么曙光的啦是这样今天是不是要怎么遇见曙光，因为我们本来每个就是那个曙光嘛啊，你在外面干嘛还遇个什么曙光？可是呢，你看哦，有一种金属金属，我举个例，金属生锈了，本来像那个很光亮的金属生锈了，对不对？生锈了，那生锈了看不到它金属的光亮你就会以为这个破铜烂铁了可是呢，你把现在有种技术叫雷射雷射去这个锈，对不对？生锈的锈。只要经过那个雷射把它锈这样子扫过它又恢复原来的光亮我要举这个例子，这个你们比较好懂啦因为我刚要讲你们本来是个曙光现在被那个什么灰尘蒙蔽住了，你们就很难想象曙光怎么被灰尘蒙蔽住呢，对不对？这里又引申到另外一个真正的佛理也就是说你们的自信怎么可能会被灰尘蒙蔽呢？你们懂意思吗？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努力学修呢？就是我们被灰尘蒙蔽的太厚才要努力学修嘛。那如果你没有被灰尘蒙蔽，你也被蒙蔽不了，那你学修干什么呢？是吧那如果你体验到这边，你也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开悟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不会被蒙蔽那为什么被蒙蔽？因为妄，这个叫做误解，我们误解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要破迷开悟，对不对？迷就是误解，你误解的生命形态，以为我们可以被灰尘层层叠叠的给我们蒙蔽住可是你殊不知你本来就是那一道光，根本蒙蔽不了。那刚刚我用金属来比喻是什么？它就是你们的习气面，习气面有这一回事，可是偏偏习气面就是那个妄生而有的事情
哦，依你们的误解产生的。那从这个角度，既然是误解，表示它根本没有，哦，根本没有。所以《金刚经》才跟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你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一些诸相非相，你就能够明白到你自己是如如不动的那个如来，光明乍现的，你本来就是那一道曙光。所以向来曙光只会把灰尘凸显出来，从来不会有曙光会被灰尘蒙蔽的，对不对？好，哦，那我们就像这样的生命状态，我们误解了之后，我们就误解我们凸显出来的灰尘，我们误解了他，以为他蒙蔽了自己，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妄生了，所以自立了，哦，妄生自立。这个自不是讲智慧的智，而是指我们世间的知见，哦，因为我们有一个妄虚妄的概念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妄。我有一个解决的概念，我们这一个智就产生了，哦，智就是如果世间的知见用你们好理解，叫做很多的知识常识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学习，对不对？学很多的知识常识来应对我们的生活的所有的疑难杂症，这件事情就产生了。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在妄的世界里面，哦，所以高度的觉醒者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哦，觉学无畏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哦，为什么他不除妄想？因为本来就没有妄想可除。为什么不求真？因为本然如是，所以他不是求得来，哦，所以正所谓是古人讲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众生在妄生自利的世界，就在那边踏破铁鞋，哦，踏破铁鞋，这样无觅处还是找不到，哦，可是当你了解根本不是那一回事的时候，你就不会踏破铁鞋，代表很努力嘛。你穿的铁鞋都可以让你踏破，可见你的，对不对？你走路的功夫了得，对不对？哦，是你的意思说你投资的精力，哦，非常的高度，就是代表着努力，哦，所以真正你明白了它是不用努力的，因为得来全不会功夫。所以悟则一念间，迷经千百劫，哦，的原因也在这边，哦，所以一个在学法的人他要先知苦，哦，那知苦不代表说自己，哦，一直需要苦，哦，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这个八苦，人生八苦里面的第二苦老苦，哦，这个老的现象本来是一种智慧的表征，哦，可是与我们妄见的发展，它变成是一种衰，对不对？败的一种现象，哦，一种象征，哦，这都是我们众生的一种错知错解啦，哦，当然以错知错解的一种因子，它就会去萌生无量无边的错知错解的样子出来。那我们又不喜欢这一个样子，所以在里面建构了苦的这一个概念，哦，所以在众生活在这个世间，第一件事情就是经验苦，哦，不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决苦，哦哦，就是经验苦。那这时候谁能解决苦就因人而异了。刚刚，哦，前天老师他有讲到善根福德因缘，在佛法告诉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很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哦，那他说要有什么条件呢？佛祖就告诉我们，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得生彼国，他就是这三个条件。那么这是条件，那条件的背后又有所谓的理论方法，哦，那个就会很细致，哦，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间，哦，要解决这一些苦也是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可是因缘我们设定不了，那么善根我们又强求不来，对不对？哦，你比如说假设我们在从小到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测验，我们小时候常常被测验智商嘛，对不对？哦，啊，同学如果有智商160，哦，就，哦，很抬头，对不对？哦，啊，我们智商才110，哦，就，哦，好像对啊，矮人一截这样子，哦，智商这件事情，哦，会比如说那你测出来是110，那你怎么提升你的智商呢？那再重测，对不对？
再重测，是这样啊，再重测还是110，那怎样啊？不准，对不对？嘿，再重测，那等些生命啊个哈，不准不准。所以这种东西善根有时候先天带来，它有一个一定的常数，不容易依你的智慧。哎，我的善根到那里，表示我的智慧只到那里嘛？那怎么会有可能再透过我的智慧提根善根呢？对不对？哦，所以就要靠福德这件事情。所以古老祖宗告诉我们：福至心灵啊，心的灵验叫善根呐、啊。那福必须要达到一个临界点，叫福至啊，对不对？哦，所以福是努力的来的哦。为什么福的努力只在于我们的愿不愿意？哦，福从哪里来？从布施来。布施是古老祖宗的话，我们现在的用词叫做服务奉献，对不对？哦，那当然，布施它的精确比服务奉献还要高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讲服务奉献都有一个我的概念，可是老祖宗讲布施，他没有一个我的概念。可是来到这个时代，因为我们常常有我的概念，所以现在在讲布施也变成有我的概念了。对不对？哦，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真正的义理。哦，我们要透过我们只要愿意，你愿意带着贪去服务奉献都好。哦，当然这不正确。哦，不完满。可是你要现在的众生不要贪去服务奉献，你看多难，对不对？哦，甚至你都不要跟他讲什么条件，你说哎要去服务奉献，他也觉得有必要吗？哎，这时候你看，因为服务奉献可以换得到你想要的。种种种，对不对？哦，他说哦，好好好，不然没办法来布施服务奉献，对不对？你看，只要他想换得到他可以有的，他就愿意了。哦，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增长福德。一旦你的福越来越雄厚，越来越雄厚，你的善根也比较灵验。哦，那你善根福德都灵验到一个灵界，你众生跟佛菩萨是一种感应道交的关系。哦，于焉你就可以招感。来佛菩萨的智慧之学，哦，让你在这里面洗涤，哦，于焉你的因缘也就又具足。所以三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了之后，你就有机缘去了解方方面面的理论方法跟方向。哦，于焉你加上你福德的基础跟三根的基础，你了解方方面面理论基础之后，你就会愿意再深入。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就变成一种良性循环。语言我们的智慧越来越高，哦，那么我们就越能够理解世间的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那一道阳光，你最后达到极致就知道原来那一道阳光是你自己，根本没有苦这件事情。哦，那现在我们叫大家这么想，对不对？哦，你们愿意吗？大家一定都愿意，对不对？哦，要不然我问个卷，哦，愿意认为大家自己就是那一道曙光的请举手。对，嗯，哎，怎么比例那么低？您啊，安尼得做漏啊，对不对？哦，你们连相信，对不对？要接受自己是那一道曙光都不愿意，你看看。好，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佛菩萨给灵感，对不对？哦，众生怎么样都有方向度，对啊。你看，因为是这种执性，那只好讲什么？只好降到世间有为法。哦，刚刚那个布施就很重要啦。我现在就重新问卷好了。哎，诸位，哦，你们刚听完了布施是因福德是果啊，现在往后的人生你们愿不愿布施啊？愿布施的请举手。你看那多多了，你看，哦，多多了，哦哦，你看俗说你就知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无奈了。他49年讲经说法。哦，几乎哦大半时间都在建构俗说，为了契入他开悟当下讲的真说。哦，真说就是你是那一道曙光啊。啊，俗说就是说哦，你可以走出去屋外晒曙光啊。哦，这样子啊。哦，啊，晒曙光你也有那个温暖感啊，也不错啊，对不对？哦，啊，也有那种阳光感啊，对不对？哦，现在很爱阳光少女、阳光男孩嘛，对不对？哦，自己就不愿意当阳光，哦，所以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苦处，哦，那他本来哦成说、差说、无间断说、哦深说、浅说、细说、粗说，他总是只有一个概念而已，他寓意
用一切的方面说，把诸位引导回真实第一义地而已啦。啊，真实第一义地就是刚用曙光来代表，只要曙光代表佛，就是告诉你们，你们本来就是佛嘛。哦，啊，既然本来就是佛，哪里有那么多的烦恼与牵挂呢？对不对？可是经问卷你就知道，哦，无始劫以来无始无明的业力深厚，哦，习气深厚，致使我们众生真的不太愿意相信自己是佛，对不对？哦，佛是觉悟者啦，哦，他跟宗教没有关系，哦，他只是这个印度话翻译过来，古时候的梵文翻译过来的发音，哦，现在叫做中文叫觉悟者啦。你们都不相信你们自己是觉悟者，那你们相信你们能够觉悟吗？这个相信了哈，哦，啊，如果你不是，你没有这个基底，你如何能够呢？对不对？所以你必然有这个基底嘛，哦，所以学佛第一件事情就是信，哦，所以世尊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如果你那个相信自己是佛的这个概念没有，你的善根很不容易长养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修持才需要经历千百亿万劫。所以当时开印讲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第二句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就是因为这样来的。那么如果你善根具足深厚，你明白了你自己就是那一道光，哦，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必经验千百亿万劫，而在当下明白，接下来就是什么游历人生，就是所谓的世间人在经历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蕴炽盛的时候，你这时候是在看电影，哦，看一出有生老病死，哦，有这八苦的多姿多彩的电影在播放，所以人家是一种极度的悲痛，哦，你是一种乐趣。当然你的乐趣不是这个叫做落井下石，哦，不是，哦，看人家，哦，那个悲伤你高兴的那一种高兴，而是你知道这一些都是一种虚幻的妄想。那么这一些妄想在有的世界里有，它叫做妙有，可是它体性是空寂，它性空寂相幻有，所以在这两个真跟假合起来的状态就是你的真实生命，哦，所以透过了人生的遭遇能够去警醒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哦，可是如果你在这一个警醒的状态里面没有再更深切的深入去探索你生命的本然，就是你回归你就是那一道曙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在六道轮回的世界里，这时候叫世间，已经不叫人间了，哦，你又有可能经历，哦，无量劫的，哦，你曾经经历的苦难，哦，这是一个对生命很悲哀的一种所谓的表述，哦，可是我们众生却都花全然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哦，所以学佛要学一个明白，哦，刚刚我们问卷，哦，有点失望，哦，失落，哦，那个相信自己的比较少，对不对？可是也符合释迦牟尼佛在跟我们讲的，你看他三千年前都预言了，哦，我们众生最最难的就是相信自己是佛，哦，不过没关系，哦，也因此，哦，我们，哦，就会多花时间，哦，就会警惕自己，更要花时间，哦，的去熏修，哦，这个所有的佛，哦，方方面面的一个教化，哦，那今天好像也没时间把八苦讲完了，哦，总之我现在稍微以解释型的，哦，告诉你们，第一个生，哦，生苦知道了，老苦也知道了，哦，病对不对，哦，生病这个大家更有体会嘛，哦，不需要再多做解释，哦，只要你哪里欠安生病哪里酸痛你就不喜欢，哦，你就会觉得苦不好受。食就是你不能常保持，哦，你不能常保持你对死诸多恐惧，哦，因为你对死也不明白，哦，生命本来没有死这件事情，可是被我们的妄见一定义下去，它真的就产生了死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所谓的变异生死、分段生死，这种这两种不一样的事。那么变异生死，我们分段生死，我们世间人都有。在于比较高维次空间的生命体，它没有分段生死，它只有变异生死。那么就好像极乐世界，它没有这一些问题，因为它那边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入胎胎生，它是莲花化身，所以它就没有生之苦。那它那边是一种所谓的无量寿，所以它没有老之苦。它那边是所谓的变异，就是它会境界提升，可是它没有我们这个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人死掉了啦，大体烂掉了啦，对不对？烂掉的被虫咬了啊，对不对？吃光光了，然后你的灵魂再去投胎变狗啊，对不对？狗又一样，又会时间到，因为诸法因缘生因缘灭嘛，对，因缘灭的时候，你那只狗又死掉，又被虫咬啊，对，等等，这个叫分段，一直在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会苦呢？因为有众生有执着，他太执着了，他执着于现在他认为的美好，所以一旦失去他就没有了，所以生老病死，都有这个特色。那再来就求不得。求不得就是什么呢？求不得就是你想要得到的，偏偏你得不到。为什么？因为因缘不具足。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学习就是明白这些理路，原来是因缘不具足，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可是众生之所以会苦，就是他不知道因缘不具足，他也没有能力，然后他偏偏想要拥有，是这件事情。语言他就会事不如意，他就会心想事不成，等等，在这边他起执着分别见的时候，他又痛苦了，起那个情绪。那愿证慧就是什么呢？愿证慧就是愿欲善而具，这样，你的愿，希望他散掉，他不要有，不要接触，可是他偏偏会凝聚。因为你曾经创造的一股能量就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会创造这一股能量？因为你于不明就理的状态底下在运行你的生命，你一定会创造出很多你不理解你以为是什么的一种能量。因为它在生命的流里面会因缘生的时候，它凝聚 产生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不快乐了。那么这个爱别离是什么？爱别离在古谚在讲的一句话叫做爱欲合偏，这个爱欲合偏散，对不对？偏偏离，你偏偏喜欢的东西它偏偏离开，它偏偏离你去，就好像亲朋好友家亲眷属，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带有这种情绪的，特别浓郁。比如说我们的亲人过往啊，对不对？因为你跟他的感情特别浓郁啊，所以你这时候会极度的痛苦啊。你看这些事情为什么在极乐世界都没有？因为极乐世界没有家亲眷属这件事情。他就是佛菩萨，他就是只有佛跟菩萨。然后呢，他每个人都无量寿，也不会死，所以也没有离开的问题。然后他好到你们人间所有的痛苦的苦因都没有。你比如说愿证慧爱别离啊，对不对？求不得啊，这都必须要有那些恶缘，对不对？可是极乐世界偏偏是诸上善人聚会处啊，所以绝对不会有你讨厌的人啊。你不要被人家讨厌就好了啊，其实你也放心。你如果能去就不会被讨厌，因为你旁边都是诸上善人，诸上善人从来没有一个讨厌的概念，对不对？那你说啊，太好了，我要移民去那边。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可是你要想认清事实，你现在的你是去不了的。因为条件不具足，对不对？不是那边的讨厌你去哦。是你的讨厌让你不能去哦。你的讨厌诸多这种执性让你不能去。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你自己提升为诸上善人。那么依准是什么？十善业道。十善业道要做到上品。中品以下还不行，对不对？中品以下你顶多未来是还可以勉强做人。那么上品十善可以做天神。那以做天神的基础，你念佛依佛法的理论
净土的理论，哦，一向专念，哦，持名念佛，哦，净念相继，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到极乐世界这样子。那最后还有一个苦叫做五阴炽盛苦，哦，五阴炽盛，哦，为何能够没有在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观空五阴，它观空了，所以这就是你们很多人都会背的那个心经，上面第一句话就讲了，观自在菩萨，对不对？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个。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哦，你再抓第一个字观，所以他观照见到五蕴皆空，所以最后一句话，哦，就是把前面那八苦通通扫除掉的一句话，叫做度一切苦厄。所以你们如果最后有这一个功夫跟认识，那么你们来这一个世间当人，你们要解决你的苦难是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哦，还是要拜托大家帮帮忙，哦，要相信自己就是那一道曙光，知道吗？哦，那你相信你那一道曙光又不违背本来照亮你的曙光嘛，对不对？你这时候叫做光光护照，对不对？啊，你好，一个电灯，这个比较伟大，是那个比较伟大，啊，都是灯啊，对不对？啊，两个都发光不行吗？啊，就一定要靠一盏再照亮别盏那个坏掉的灯光吗？对不对？所以学佛，哦，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气魄。啊，希望，哦，岁末年终嘛，哦，有点是这些，今天是31号，哦，也希望你们在31号了结掉，哦，你们生生世世以来的没有信心。对不对？哎，这很重要，对不对？然后从明天开始，崭新的你，哦，就是你原本的你，哦，把你们的，哦，曙光，哦，乍现出来，哦，你要知道那些灰尘本来就不存在，哦，所以不断这样子去认知，哦，接下来，哦，只是一种修的问题。前面讲的是悟的问题，所以悟跟修没有关系，可是修跟悟有关系，哦，悟在一念间，那悟什么？悟真理，就是明理的意思，明白这一些理路。那你明白了之后，你就有这个依准了，用这个依准去调整，修叫做调整，调整你曾经误解而产生的那一些习气，你就慢慢去调整，没关系。可是你千万不能不悟，这样可以明白吗？啊，今天为你们分享到这边。
弥勒佛，今来是释迦。哦，世尊明示啦，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远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无是智自然证得。哦，我们当有这种自己成就的气魄，哦，也相明于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六祖慧能，哦，也体察到，哦，我们众生的一种所谓的，哦，无始无明的一种习染，所以告诉着我们：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事，世道见性。所以他在开宗明义告诉我们：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哦，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总的来说，哦，能够把持住，哦，清净我们的心念，哦，去念，哦，无上智慧圆满，哦，我们即能速登彼岸，成就回我们的清净自信圆明体，所谓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们诸位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感恩大家了，后面结束，大家请起。感恩师父上人，谢谢师父上人，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